气氛，说要肉收他们两个人出来，或者是叫谁出来道歉，一定要把人抓出来，一定可能要做一个处罚或什么的。其实这并不是我所乐见的，已经变成是在制造仇恨啊、对立啊，没有必要。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去肉收这两位，我们要让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过去放下。嗨，大家好，我是幻术大仙。首先要感谢各界对这件事情的关注。那我想这件事情会引发这么多的关注，就是因为我们在各行各业常常都会遇到一些不合理的待遇，常常要被迫接受，摸摸鼻子忍受，这些对我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尤其是表演行业真的很常遇到。那借由这个事件，其实我想真正的大家能切入的角度，希望啦，切入的角度应该是我们要好好尊重表演者。你不要看到他在台上好像在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实际上人家的心血就在那里啊，只是随意的去拆穿啊，或者是影响啊，这些都是非常不尊重人的行为。那我想表演或者魔术表演是为了要创造惊奇跟想象还有欢乐，但你知道今天或者昨天晚上到今天，大家很多很气愤，还说要肉收他们两个人出来，或者是叫谁出来道歉，一定要把人抓出来，一定可能要做一个处罚或什么的。其实这并不是我所乐见的，已经变成是在制造仇恨啊、对立啊，没有必要。其实透过这个事件，让全台湾很多观众、很多人都有机会去想想，哦，对，我也没想过台上的表演者花很多心血，我都要好好的来尊重。其实这个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去肉收这两位这个社员，那也不需要再去一定要逼谁道歉。我们要让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过去放下，我们日子要继续过嘛。 OK， 希望大家以后都会越来越好。我要澄清一下，我没有不接福伦社的演出，我知道不能两个人坏了打翻一杆船的人。那两个观众的脸在我面前一闪而过，我根本不记得他们的脸长什么样子，名字叫什么。我只是说这个社长啊，如果我再去接你的表演，可能还是会遇到他们两个。那这样，我为什么要放任他们再伤害我一次呢？所以我以后会不敢接您的演出。我完全没有收到任何他们的消息。在这里啊，我还是要代表福伦社，整体社友跟社会当中致歉。同一个时间哦，那我们也会把这样的案子传到中央去哦。希望这样的事情哦不会再一次的发生。就这样子盖起来，叫过去，它真的就过去了。哎呀，哎，有没有？有没有？这盖起来叫回来，我就回来了。有。这盖上，这两个要盖上哦，这两个盖上之后就一个过去，那一个过去就变成。近期台湾魔术师、幻术师大仙在网络上爆红，在脸书有 7.7 万的粉丝，因幽默的表演风格及巧妙的手法开始成为另类网红，也受到不少活动邀请。但近日大仙到南投草屯新世代福伦社表演时，却被两名男子当众翻出道具嬉笑嘲弄，掀底的行为让欢乐的现场秒变尴尬。27日深夜在脸书表示心寒，网友群起激愤，留言灌爆福伦社粉专。对此，草屯新世代福伦社社长凌晨发文强调会北上当面跟大仙道歉。就这样子盖起来，叫过去，他真的就过去了。哎呀，享受它的神奇，不要想着什么破解的浪费力气啊，对不对？但是不可能破解，这是空的嘛，对不对？啊，这个当然也是空的嘛。宝啊，宝啊，怎么还有？里面还有酒瓶跟酒杯。怎么会这样子嘞？里面还有酒杯。哎呀，看来我爱喝酒吗？所以我准备了两瓶酒，没关系啊，都喝醉搞错没关系。魔术能变就好了啦，这样照变不误，酒瓶酒杯瞬间交换，哎呀，哈哈，哎，
拍手拍手哇！不知不觉拍手拍手，多了一个酒瓶啊！我刚刚是要说，这个当然是空的嘛，啊，当然这个也是空。哇，怎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真的喝很醉，我很说。好、哦，看来还有，还没关系啦，魔术能变就可以了，盖起来就叫过去，它就瞬间过去了。哎呀，拍手了，再敬一杯啦，先干为敬呐。粉丝也买，我真的有卖。昨天晚上我受邀到草屯的一个社团表演嘛，那演完演出过程都一切顺利，大家都很欢乐哈，很神奇。那就在演完之后，我通常习惯就是会走到舞台前缘，然后我就跟大家道个过年好啊，哦，新年新希望啊等等。那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助理也已经停止他的拍摄，他开始帮我收东西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就有两名男子一左一右同时冲上舞台，然后就直接拿我的东西，然后我马上制止嘛，我说：“哎、欸，你干嘛？你在干嘛？把东西放下。”那他们就是直接把东西拿起来之后呢，先确认一下机关在哪里，然后下一秒就直接把机关朝观众，然后还戏虐的这样子：“哎、欸，你看是这样。”然后当然全场他的第一反应的时间，大家就是会笑嘛。但其实这个真的不能怪观众，因为观众，他们不知道这个是效果呢，是安排好的效果呢。好，要这是一个，再来是因为魔术本来就是一个假象，对，所以，秘密被揭露的时候会有那个滑稽的落差感，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这一点都不怪那些观众。那我当然制止完，他们两个就哦，好像没事一样，东西放着就直接回到座位上。我就想说，这一秒钟是我花多久的心血才可以做到刚刚的那个全场很惊奇的那个氛围，一秒钟你一个人就直接上台，两个人就直接上台给他摧毁殆尽，而且不需要负任何责任。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一场表演还要这样战战兢兢的，那这个环境到底对表演者是健康的吗？经由这个事件，我真的想要跟大家分享，要跟大家呼吁好好尊重表演者。对，不是说你逞一时之快，觉得当下博君一笑，拿别人的心血开玩笑。对，以上是我今天透过这个事件想跟大家分享。福伦社的社长，还有一些长官有一起道歉的嘛。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社长我也是对他很不好意思，毕竟他的初衷是希望大家开心，他是自费请我去表演，希望社员开心，结果却造成这个情况。那他自己不断的代表福伦社道歉，这并不是我乐见，他也不该承受那个压力啊。我要澄清一下，我没有不接福伦社的演出，对，我知道不能两个人坏了打翻一杆船的人，没办法，那是因为我看过的观众太多了，而且那两个观众的脸在我面前一闪而过，我根本不记得他们的
脸长什么样子，名字叫什么。我只是说，这个社长啊，如果我再去接你的表演，可能还是会遇到他们两个。那这样，我为什么要放任他们再伤害我一次呢？所以我以后会不敢接您的演出。对，其他的福人社，我相信都是很优秀。当事人在跟你联络吗？当事人，您说冲上台的两哦，我完全没有收到任何他们的消息啊。因为你说喝醉了吧，那可能你就突然控制不住脑袋有一个想法出来，你就觉得要做那件事情，那怎么是两个人还一左一右？那你这是默契很好还是预谋？我相信预谋的这个几率是高一些啦。过去有太多的表演从业人员都有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是我们能怎样呢？通常都是鼻子摸一下，忍耐一下，然后当作没发生，回去继续疗伤，但背后可能中了一把剑、两把剑，拖着表演在台前继续带欢笑给别人，可以撑到什么时候？但是这个环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真的要承受这一些？他们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你后续的表演？调整心态，花点时间，我相信我可以再重新振作。对，但是说，影响到我后面的表演，我更希望的是能够正向的影响到全台湾所有的观众们。我们看到台上的表演，你不要以为他在演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他可能是花了多少的心血在那上面。对，我们要尊重每个专业。对，我希望正向的影响是大家尊重表演者。我是助理总监哦，也就是这三支一分区的所有南投的所有社，基本上是就是我的管辖的范围。那我是这其他社的班长，那也是代表人。那针对昨天的这件事情哦，那其实非常非常的抱歉，我们做了一个很非常不好的一个示范。虽然昨天我没有与会的参与，但是造成社会的纷扰，真的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深深的鞠躬先致歉。那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社长哦，跟大家再说明一下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昨天就是我们筹划已久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从台北邀请大仙，非常知名有名的魔术表演艺术工作者大仙来下来帮我们表演这个魔术。那在整个表演过程都非常的精彩，就是在 Uncle 在大仙也非常开心啊，他也同意了可以加码 Uncle 之后，中间有一个小插曲，然后所以变成一个突发状况，我们深表歉意。导致这个样的一个状况发生，我们也实在非常的不愿意。那么我们昨天后来也是当面有跟大千致歉的，好啊，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真的深表非常的不开心。他也当场有表示不开心，但是我也当面跟他多次表达我们社的歉意，这样子。在这里啊，我还是要代表福伦社，整体社友跟社会大众致歉。同一个时间哦，那我们也会把这样的案子传到中央去哦，让在中央进行更多的讨论。那希望这样的事情哦不会再一次的发生。那再一次啦，我们真的是对南投人，对于社会大众非常非常的抱歉，我们再次跟大家致歉。